的话，你折冲妥协，你还有谋略，你要为了他去动很多的心思，投大众之所好。好，那是一个手段。那其实你不要去说都诉诸悲情啊，或是那种不理性，那没有办法去说服大家的。你要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自己都是喜欢动物，你会觉得动物让你的生活更美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愿意去为它投入啊。那你要让其他人知道说，因为你爱动物，所以你的生活品质是很好的，你的精神状态是快乐的，你的人生是富足的，你不是仇恨，然后倾家荡产，很奇怪的人。啊，或什么动物收集动物癖有没有？然后你动物都很惨啊，不要这样子。那大家说，哎、欸，你的状况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呢，跟动物相处是一件自然而且我们很快乐的事情。这样人都会想趋向快乐的生活嘛，你自然就能够吸引到很多人来跟你一起志同道合，一起打拼下去。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，那么多的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。